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嘉良，很开心能成为 Notorious 恶名昭彰的代言人。我本身是从国一开始加入了篮球校队，然后一直打到高中，然后也利用篮球这个运动考上了大学，所以也培养了我到现在时不时都是会跟朋友约出去打篮球。打篮球跟健身是我现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运动。那我以往的经验都是套上一个短袖或者短裤，我就出去打球。那打了一阵子，全身是汗的时候，衣服黏腻在身上，那种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，而且也很闷热。在拍戏的时候，很常我们穿上了戏服，可能拍个半个小时，或者是拍一个小时，你会感受到那个身体的闷热感，那个衣服把你全身热气跟汗都包在你的那个里面，其实很不舒服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衣服很重要，是除了它的材质要穿起来舒服以外，它要很透气，也要很凉爽。我们前几天拍摄的时候，我穿上了凉感系列，那做了一整天打篮球的拍摄，我完全不会觉得很黏腻感，都不会。我觉得穿上凉感系列会让我觉得很透气，而且很舒服。我不会觉得衣服卡在身体任何一个导致我觉得会很束缚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凉感系列在我运动的过程当中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服饰。挑战最凉，凉感系列，恶名昭彰，打造最强大的机能服饰。